由浙江省委宣传部、省广电局主办的首届浙江青年电影节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。所谓青年电影，是指不超过45周岁的青年导演、编剧、主演创作的电影，或者是青年题材电影。首届浙江青年电影节将于11月18号至24号在杭州举办，包括展映、交流、交易和评价四个单元。届时，尚未在国内院线公映的12部影片将以低票价形式在杭州星远国际影城、浙江翠苑电影大世界等多家影院展映。全国30名青年电影导演还将进行影片观摩交流等。好的。